兄弟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每年的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都要回山上的老院子看一看，顺便买些东西，看望一下房东阿姨，毕竟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嘛。今天呢，给老钟打电话，他说他比较忙，在什么地方拍什么古装戏，然后他今天就不来了。这条上山的盘山路都不知道跑了多少个来回了，一开始从山下到山上最起码得半个小时，最后只要13分钟就可以跑完全程，空口无凭。 Music。好久没来看你了。哎呀，这是来了带这么麻烦，都来这么麻烦。你最近在哪儿忙啥呀？方式，我一人一个。对，现在年轻人不想谈恋爱，不想结婚，不想要娃。主要自己都还是孩子。我们打算看，要是今年在长安这边再弄一个的话，我还想明年上面再弄那个再弄。先看情况吧。大。我也把这房旧房装修。对，这会儿出发去梦开始的地方，山上的小院看一看。第一回在这个套子房，套子还是2017年的夏天呢，我的妈呀！时间过得真快。当时是这个李子住院之中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跟他联系了。站在镜子前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，这个构数比当年高了总有3-4米了。当年第一次到院子的时候，院子的草比现在都要高。当时除草都用了3-4天，感觉这事情好像都是昨天发生的，实际上都已经6-7年了。这是什么？沙雕博州。我倒要看看谁还敢说我们修的是豆腐渣工程，看多少年呢？虽然院子很多东西现在看来当年修的确实有一些粗糙草率了，不过还是有那个时候该有的那种味道，挺怀念的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个时候陪伴我们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在呀？有的话打在公屏上。俊男国前，三俊男，这墙上还有好多当年粉丝来给我们写的话。哎，多么棒的地方啊！回来偷个给你看的过，我可行了。美食博主上线呀！这没带锅盖，水得烧到什么时候才能烧开？还挺很精神的，就算是在野外呀，也要精致一点呢。我甚至还准备了葱花。干一碗，干一碗。哎，今天这个场合，我们应该斟2杯才行吧？好。哎，要是今天样气在的好了这段时间他一直忙着的。是的呀，好久都没得我们三个人一楼吃饭的画面了。哥哥，此情此景，又有美酒佳肴相伴，你我兄弟二人，何不吟诗一首？我先来。山下一群鹅，你能不能整唱一点？一岁光华难复此，虚天方已再浮生。樽酒不邀天上月，新诗之对眼前人。妙啊，实在是妙啊。生生尬呀尬呀尬呀。哎呀，你还自己带个杯子。兄弟们，老钟突然在这个时候出现，大家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哈喽，我听说大家说我散伙了，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外面忙的，那个比较忙，然后呢，别说那么多了，今日是三剑客齐聚一堂，再饮一杯吧。空杯子看你算的。来，再次齐聚一堂。
值此野居六周年欢乐之际，祝普天之下所有的朋友们健康快乐发大财，这次一定